公司这边有你，你放心吧。就唯独我弟弟，一定要我照顾，太皮了。你说啥呢？你弟不就是我弟吗？你这话唠的是不是有点见外了？你放心就完了。有你我就放心了。出门自己注意点，有啥事给家里来个电话。放心吧。走了啊，拜拜，一路顺风啊。王可欣家属吧，他现在涉嫌一起交通事故，请你现在过来一趟。王可欣因涉嫌一起交通事故醉酒驾车，故意导致他人死亡，因法律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故意。
有来生，兄弟啊，就选。